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第一阵开幕仪式开始之前，请大家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多谢合作。各位嘉宾、各位现场的朋友以及网上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莅临由资深画家赵天松先生以及澳门观乐儿基金会合办并由澳门基金会赞助的赵天松诗咏油画艺术作品展的开幕仪式。今天在这里也会展出了赵天松老师31幅的诗咏油画作品，以及推出属于他独特风格的诗咏油画赵天松艺术作品的精选集的。在这里请老师出来之前，容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赵天松老师。赵天松老师1939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79年定居澳门，是中国当代澳门实力的油画家、国画家，其艺术作品受到海峡两岸、其香港、澳门以及美洲、欧洲、亚洲、南美洲地区、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的收藏和展览，被社会媒体誉为艺术爱国、与时俱进、最为伟大的澳门油画大师。早年多次参加上海美术作品展并获得好评，在定居澳门之后持续从事艺术绘画创作，曾于加拿大多伦多、巴西圣保罗、珠海国际艺术博览中心、珠海圣荣博物馆、江门文化城以及本澳各大艺术场馆举行多场的个人作品展，一直深受艺术家、媒体以及赏艺人士的喜爱。而近年赵天松老师艺术作品以油画创作为主，独创将中国画和西洋画五相结合，洋为中庸，开创了一种欧风汉骨的新种油画风格。特别在近数年的作品以艺术爱国为主，配以现代重大的历史题材、澳门世遗风貌以及珠海文物景观等元素，创作出几百幅意义深远的上乘作品。50多年博纳老一辈油画、国画大师们的精髓，加上在艺术上的追求，不断创新，融会贯通，奋发坚毅的精神，成就了这一位多产油画、国画、水彩画、山水画、书法字画等样样精通的澳门大师级艺术画家，我们艺术界的资深好朋友赵天松老师。接着下来，我们掌声不要停，我们用我们热烈的掌声邀请赵天松老师为大家致辞，有请。各位尊敬的贵宾们，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晚上好。我的今天这个作品展览能够顺利的进行，首先我要感谢澳门基金会大力的支持，感谢观乐儿基金会的大力的支持，还有再感谢澳门收藏家协会、澳门文化艺术协会，还有澳门行运艺这个艺化这个协会。所以呢，下面呢还感谢一个飞哥对我的支持，还有感谢台湾的摄影师贺克老师对我的大力的支持。今天我这个丝绒油画的展出是来之不易，早在那个丝绒油画早在50年前在上海呢曾经是流行过很长时间，但是呢在近20年、30年来呢就很少人画了，所以在市面上呢基本上是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是个丝绒油画，它是
难度很大，这技巧很高，产量呢很低，所以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呢来坚持画这个丝绒油画。但是我呢，就是知难而技，我的技术那个刻苦钻研，是吧？用了花了这十多年的时间来钻研、来探讨、来不断的来摸索前进、不断的创作。所以在今天啊，我的丝绒油画就是形成我们祖国的这个文化艺术，在它技术的发扬光大。所以在今天我这个展出这个内容方面的这丝绒油画呢，就希望能够通过我十多年的努力，能够向好的向广大市民呢来汇报一下我的创作的努力，对，希望大家共同啊来鼓励，共同来携手来形成我们那个形成我们中华的文化，努力奋斗，尽我最大的努力，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这里呢，再一次啊感谢大家在这里呢能够很好的来跟我一起共同来努力，也希望大家很好的看完以后向我提意见，让我今后啊能够创作更好的更多的作品啊。在这里呢，我就祝大家呢那个节日快乐啊，那个身体健康，身心愉快。最一次谢谢大家。好，唔该晒赵老师。呢、这个时间请赵老师留步。系啦，我哋接住落嚟会进行一个简单嘅自送作品仪式。首先，我哋有请中联办宣传文化部助理黄宇伟先生上前接受。现在我们有一个自送纪念品仪式，就是由我们老师自送一个纪念品，由王先生代为接受。好，谢谢。好，赵老师请留步。接住落嚟都继续我哋致送纪念品嘅仪式。今次呢个活动之所以咧可以成功举办咧，亦都有赖我哋嘅合办单位澳门观乐儿基金会啦，提供咁优越嘅场地啦，同埋咁好嘅空间啦，去展示老师作品。所以接住落嚟，我哋有请澳门观乐儿基金会副主席关泽忠先生 ，Mr. Wibedu Gunya。上台接受。好，唔该晒，有请两位嘉宾可以稍移玉步去舞台嘅旁边先。系啦，唔该晒老师。我今日咧適逢咧呢一個咁好嘅日子啦，咁啊颱風過後雨過天晴，我哋嚟到呢一度再一次欣賞老師嘅作品，用咗50多年嘅呢一個努力不懈去創作一幅又一幅具有感情、具有澳門故事嘅一啲嘅作品喺呢一度展現俾大家睇。咁與此同時咧，今日都得到咗非常之多嘅嘉賓們啦，現場嚟到支持，所以接住落嚟我哋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呢一個關於作品展嘅開幕儀式要進行嘅。首先有請我哋嘅展彩嘉賓中聯辦宣傳文化部助理黃宇偉先生。好，接住落嚟，我哋有请澳门演艺文化协会关伟林会长，有请。呢、这个时候亦都有请老师陪同啦，系啦，老师亲力亲为啊。咁啊，接住嚟都有请澳门新会同乡会姚建慈会长。
澳门文化艺术学会赵维副会长，澳门观乐儿基金会官泽忠副主席 Mr. Wui Bedukunya， 以及中国都市报社澳门分社陈德明社长，以及深月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陈力嘉先生。当然有我们亲力亲为我们今天的赵天松老师资深画家，是的，和大家进行这个简单的仪式。好，这个时间也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递上这个金簪和彩带，进行我们这个的开幕仪式了。今天在现场我们除了有31幅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作品以外，也都推出了一本名为《独特风格私勇油画赵天松艺术作品的精选集》的。这本精选集里面都有关于老师的一些的过往的作品的一些的心得、风格和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展示在这里。所以大家等一阵，除了在欣赏现场欣赏作品之外，也都可以去欣赏这一本精选的作品集的。好，咁我哋首先望住鏡頭影一張相先，係啦，各位傳媒嘅朋友，如果可以，因為人數人才濟濟，人數眾多，可以往後褪一褪，係啦，一齊影一張合照先。各位嘉賓望住鏡頭，轉頭咧，我會數三二一咧 ，three two one 咧，就大家一齊展開呢一個序幕啦。好，準備咯喎，三二一。我哋赵天松私勇油画艺术作品展开幕仪式正式完成，唔该晒各位嘅嘉宾。好，呢个时间咧都意味住咧，我哋今次一年咧十几日咧嘅呢个作品展咧，亦都会喺呢一个观乐儿基金嘅艺术画廊呢一度咧会展开啦。咁亦都多谢晒现场嘅所有嘉宾朋友啦，各位传媒朋友咧嚟到现场呢一度。好，这个时候也都有请各位嘉宾留步，我们进行一张合照啦。与此同时都请出我们今日到场的各位观礼嘉宾来到舞台上面一起合照留念的。有请各位，是啦。好，首先有请主礼嘉宾拍一张照片先。是。好啊，请各位留步啊！我哋有请埋其他嘅观礼嘉宾，今日亦都上嚟呢一度啦，嚟到一齐影相啦。有我哋嘅策划人啦，阿司涛啦，系啦，咁啊，赵天松老师嘅系啦继承人啦，阿司涛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嘉宾，好，一齐嚟到舞台前面合照留念。好，好，我哋喺前面啦，呢度啦。好，大家親熱一啲啊，係啦。好，再一次感謝各位出席今次呢一個開幕儀式。好，咁啊，接住落嚟咧，呢個時間亦都交俾各位現場嘅朋友啦，可以一邊交流呢個藝術嘅創作啦，或者欣賞現場嘅嚟自老師嘅作品之外，亦都歡迎大家咧去分享今次嘅作品，俾更多嘅朋友認識。咁啊，多謝各位，再一次喺呢一度同大家講聲下午好，晚上好，再見。